这个花瓶三十块钱，太贵了。你们有便宜一点的吗？这个小的便宜点2二十五块钱。好，我买这个小的。Again，那个花瓶真好看，请给我看看好吗？哪个，红的还是蓝的？请你给我看看那个红的。 这个花瓶多少钱？这个花瓶三十块钱。太贵了，你们有便宜一点的吗？这个小的便宜一点，二十五块钱。好，我买这个小的。See if you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那个花瓶真好看。That vase is really pretty. 请给我看看好吗？ would you please give it to me to look at? which one, the red one or the blue one? please give me that red one to look at. 这个花瓶多少钱? how much is this face? This vase is thirty dollars. 太贵了。That's too expensive. 你们有便宜一点的吗? Do you have a little cheaper one? 这个小的便宜点, this small one is a little cheaper. It's twenty five dollars. 好, okay, I'll buy the small one. Before going on to exercise two,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You'll need one new construction for this exercise. Here's how you say the two of them. 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 Exercise t o This exercise is set in the ROC. 潘霆锋跟白丽蓉都是你的学生吗？是的，都是我的学生。他们两个人谁的中文好？白丽蓉的好。白丽蓉的中文是在哪里学的？白丽蓉的中文是在纽约大学学的。她学了多久？她学了四年。潘霆锋呢？潘廷锋的中文。 是在华盛顿大学学的，他学了三年。他们两个人谁的发文好？潘霆锋的好，他是加拿大人，他母亲说法国话。Again。潘霆锋跟白丽蓉都是你的学生吗？是的，都是我的学生。他们两个人谁的中文好？白丽蓉的好。 白丽蓉的中文是在哪里学的？白丽蓉的中文是在纽约大学学的。他学了多久？他学了四年。潘霆锋呢？潘霆锋的中文是在华盛顿大学学的，他学了三年。他们两个人谁的法文好？潘霆锋的好，他是加拿大人，他母亲说法国话。

潘霆锋的中文是在华盛顿大学学的，他学了三年。他们两个人谁的法文好？潘霆锋的好，他是加拿大人，他母亲说法国话。Before going on to exercise three,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You'll need two new words for this exercise. Here's the a d j e c t i v a l verb. To be green Lu And here's the adjectival verb to be yellow or brow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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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rcise three. This exercise is set in the PRC. 这个很好看，多少钱？二十八块钱一个。哎呦，太贵了！有便宜点的吗？有，就在这儿。你看这个蓝的怎么样？这个蓝的太大，你有小一点的吗？有，你看这两个怎么样？多少钱？十六块钱一个。好，我买这两个。你还要点什么？ 我还想买绿的，你们有吗？有，绿的都在这里。你要大的还是要小的？大的。好，这个绿的真好看，也不贵，就二十块钱一个，你看怎么样？很好，我买三个。好，你还要点什么？我不要什么了，一共多少钱？两个蓝的。 三十二块钱，三个绿的六十块钱，一共九十二块钱。好，这是九十二块钱。谢谢您。再见。再见。Again，请给我看看那个黄花瓶。好。这个很好看，多少钱？二十八块钱一个。哎呦，太贵了。有便宜一点的吗？ 有，就在这儿。你看这个蓝的怎么样？这个蓝的太大，你有小一点的吗？有，你看这两个怎么样？多少钱？十六块钱一个。好，我买这两个。你还要点什么？我还想买绿的，你们有吗？有，绿的都在这里。你要大的还是要小的？大的。 好，这个绿的真好看，也不贵，就二十块钱一个，您看怎么样？很好，我买三个。好，您还要点什么？我不要什么了，一共多少钱？两个蓝的三十二块钱，三个绿的六十块钱，一共九十二块钱。好，这是九十二块钱。谢谢您。再见。再见。 Listen agai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请你给我看看那个黄花瓶。好。这个很好看，多少钱？二十八块钱一个。哎呦，太贵了。有便宜点的吗？有，就在这儿。你看这个蓝的怎么样？这个蓝的太大。你有小一点的吗？有，你看。 这两个怎么样？多少钱？十六块钱一个。好，我买这两个。你还要点什么？我还想买绿的，你们有吗？有，绿的都在这里。你要大的还是要小的？大的。好，这个绿的真好看，也不贵，就二十块钱一个。您看怎么样？很好。 我买三个，好，你还要点什么？我不要什么了，一共多少钱？两个蓝的三十二块钱，三个绿的六十块钱，一共九十二块钱。好，这是九十二块钱，谢谢您，再见，再见。This is the end of the tape. End of Money Module, Unit Three, Comprehension, Tape Two. Unit Three, Comprehension, Tape Two.